壁那个阿婆她拿了个火龙果给她吃嘛，然后她小孩，我家小孩太精了，她就自己去拿刀要叫我们给她切，她蹲在地下要自己切，把我被她吓死了，然后我马上叫她，马上跟她奶奶说她拿刀了，然后她奶奶就马上跑出来嘛，跑出来给她拿住嘛，她奶奶吓得脚都发软了，她跟她说很危险的，不能动这些东西，后面我们也放高上去了，不敢放下面。